两盆带走他，我们是什么玩意儿？轻松拿下单人四排进击模式时五杀事件，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帅呀、啊！小六走一波，挑战200杀，可以挑战100杀，加30啊。哦，看完精彩操作的通知，回答一下粉丝的问题。刚才有粉丝问，兄主播怎么样才能提高游戏内的帧数呀？看你的画质这么清晰，兄弟，你加屏幕下边微信也可以帮你提高帧数啊，放大脚步，同款画质滤镜，优化网络，可以增加20-30的帧数，加屏幕下边微信咨询啊，全网最专业的调试电脑。哦、好了，回答兄弟们的问题了，我们是冠军。春城，春城霸主。准备报报东北师范研一，行，挺好的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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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把必须吃鸡了啊！站住不移动，捡个甲，
松子明天工作室招人嘛，管饭就行，那肯定不要你，你这也太没追求了，管饭就行啊，那你肯定老划水了。咱们年轻人上班干活一定要有目标，一定要有追求，管饭就行，一看你这个人呐、就不能干，知道吧？你要是说管饭的话，你可以来我们这儿，我这小区门口当个保安就行了。还能剩点儿。我靠！这天晚上一传四，橙子明年工作是招人吗？年薪不过百万就行。这种也不行，这种他妈太能吹牛逼，不行，太能吹牛。出钱来的更不行了，人家都是来赚钱，你出钱来，万事反常必有端倪，说明你要嘎我腰子，知道吧？不能来。说实话，来我这儿你得托关系来，你知道吧？那可不是谁都招的，你得托关系来，知道吧？得走后门，谁能走后门呢？啊，谁能走后门呢？只招小雏菊，老雏菊就算了。真的被老，知道吧？老一点的就算了。我们可能是00后。Hello, yellow. 明天早点来啊，兄弟们。
早上十点开播。这不是飞关那个地方吗？对，那个碟片都早已经让我给删了。我操！我怎么老到这儿老跑啊？每次到这儿都翻车跑路，什么情况？福利在游戏里边怎么领取？你加屏幕上边微信回复福利就可以了。哦，终于有车了！我操，没车真 low。啊，有稀缺是吧？就后边这个烂尾楼就行了。来飞机了，追个三级套。这时候还有蚊子的，在哪儿呢？广东吗？要嗝屁了，绝对不会。OK，AUD 狗都不要，回去我的家还在，感觉要被偷家了。
我电脑多少钱？猜一猜，兄弟们，猜一猜我电脑多少钱？给你们个提示，3090。猜猜我的一套多少 money？9.98哟，你知道我的机箱优惠多少钱吗？兄弟们，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我机箱的优惠啊，就是说那商家往这边邮的费用好像要将近500块钱，邮费都要将近500块钱。反正上去后头，哦，算了，我有户头了，就算了呗。好像是30斤、40斤、50斤，忘了。很沉，都没发7天物流退货。打这把跑了啊，兄弟们啊，理解。电脑3万块钱，3万多块钱。主要是这也是直播工具饭碗，平常自己肯定没有那么多钱。干嘛的？这个锁我的，锁命的。一直有，没事的。来我房学。你行吗你？我操，一个样没有，这我们这么惨。这边还有枪声呢，
见。他妈的！他就在这蹲着的，你知道吧？好，我就说早就听到他了，刚打的是远点，也不是他。应该拿把狙了，现在其实可以拿狙了，整把狙，这个图没啥用，说实话，你大前期还有点用，你这中后期了，近战人家三甲还是打不死他。枪就给他抢了。他们四个人，我操！这是多少人啊？这是多少个人呀？OK， 打不着了。估计要跑毒了，我们车胎好像还在的，直接走了。俩，
还有六个美女的，加这个加油站一堆，山上一堆，没得了，兄弟们。如果一 WM 小心点啊，咱们还是三金满套，非常牛逼啊、哦！哎呀，OK， 五名敌人，原点是两个起步。那边有个 A 打把 M 不好狙，不太敢不好狙他。他虽然干拉，但是你看那边有个大狙的架枪的，不敢轻举妄动。哦吼，这圈呀，他们也跑毒，到油罐子可以，直接到油罐吧，油罐子没人，咱们直接做第一波。都不用跑毒了，他们到那个坡就可以了。我就趴在这儿吧，非常他妈安全，非常安全。哦，一号三个，哦，在对面呢。二打二了，兄弟们。二打一打一，别眨眼，别呼吸。干！别眨眼，别呼吸，精彩刺激的决赛圈，他来了。
下个圈就没化妆了，兄弟们，没化妆决战，来吧。右边俩，然后对面一个大狙。没化妆在我这里。来了，没化妆来了。我操，他进他妈进那个，进在里边的。我不着急。开始轰炸是吧？完了，人洗了，一打二了，兄弟们，一 v 二直接把他炸掉，都不用跟他见面，直接完成单人四排竞技模式13杀吃鸡。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兄弟们？我们是冠军，走曲帅，小六走一波，兄弟们，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的领取福利。然后再给兄弟们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有想买号卖号的兄弟们，加屏幕上边的这个微信啊，全网最高价收号。然后呢，你们有那种想买皮肤号的也加屏幕上边这个微信，我一天只说一次啊，加屏幕上面微信。你们加了其他微信的，加这，然后再加这个微信，回复福利还能领取一个福利啊，兄弟们。哎，完了。感谢。
感谢三雨的飞机，谢谢兄弟，谢谢三雨啊，谁呀？哈哈哈，谢谢三雨啊，谢谢兄弟，里边有个山，右边有个雨，三雨。谢谢你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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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两个敌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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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哦，这逼是 boss，OK，直接完成一传四，兄弟们，轻松搞定啊，一点都不慌的。也不是三保一，他们就是这个人拿着枪比较狠，我拿了个 DBS，你说搁谁不怕呀？走吧，走吧。直接拿下春城。没有改直播时间，对，这两天改直播时间了，对，不是迟到，对，完美衔接，
完美前期啊，老完美了。骨头落的没看着啊，骨头看不着啊，这个第一骨头就无所谓了，我们都有 DBS 了，其实对其他的也无欲无求了，知道不？别再玩 DBS 的，没有看头，看的就是 DBS。 给你俩大长腿妹子有欲有求吗？给俩呀，那还是有点欲望的吧，有点所求的。直接干蓝龙得了。什么玩意儿了？感谢上官大葱的钻石粉丝，哎呦，谢谢你呀，大葱，这名字真好听。谢谢大葱的钻粉，老板大气，谢谢大葱。上官是一个姓，可以的，葱兄啊，大气大气，来了。给冲兄表演把吃鸡啊，谢谢大葱的钻粉啊，牛逼，好几天没收到这玩意儿了，成为我们这边第18位钻粉。这个人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他知道我在这里边，他只是不知道准确的方位，确实害怕了。队友害怕了，不过来了，哎，早都不补了，早把门一关了。这是谢谢兄弟，你的这个钻粉实在是动力太大了啊。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我操，那有飞檐走壁的，快看远点，那房子上跟阴我呢，看到没？太坏了，这个人太坏了。走吧走吧，跟这人没啥玩头。走吧走吧，
这接触啊，住进点的鱼缸房。但是这么早躲那里边有点干。 有点干干的，还那边待会儿吧，这边先把高一点，反正少个车啥的。小收一下，看能不能整个三级包啥的啊！再次感谢大葱的钻石粉丝啊！空投应该马上要来了。 来了来了，他已经来了，对吧？落地五杀，非常完美。来来来来，我爸爸妈妈看我直播吗？肯定看呀。我爸现在有可能在看呢。爸，你扣个弹幕吧，扣个一在公屏上。我爸天天看，没事就看我。 那咋不看呢？那没事儿嘞。哎呀，等一下，这边监控头有可能暴毙。 快！下来了一个。 OK， 还想拿我的空投是吧？给干掉，把他背起来。他一个人开车过来的，他队友应该在 IC 城，就是那个萨马丁嘞。 别跑呀，宝贝儿，陪我搁这。哎呀！ 还跑，跑得了我手掌心吗？哎呀，还跑是吧？<笑>你越跑我越兴奋，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跑了吧？呀呀，哎，对了，这就乖了，搁这陪我得了，你也跑不了，知道吧？赶紧面对你这个现实吧。 你就别下去了。看圈怎么说吧，一会儿我们可以直接去这豪宅里边啊。
都应该包进来。过来，爬进来，快点的，爬过来，过来。我这队友也死了，这个队友是二刀，那队友勾引不过来了，不过他这个人勾引过来一个就可以了。封个烟啊，骗他一下子，上当了啊！我大神婆又乱了，我操，有个 AWM， 这好歹里边有个大狙啊！舔骨头舔得这么快啊，点右键知道吧，点右键，不要拖拉也不要左键，点右键巴拉巴拉就上来了。接下来的话就是靠就右键加手速就行了，其实也很简单，有手就行。这个圈往这边缩了，往这个没掩体的地方缩了，对我们不友好啊。大把狙嘛，下巴打厉害哥。来了，看什么合圈，这把不打不了了，这把有 DBS。 下把没有 DBS 可以整把。OK， 同心圆，兄弟们直接吸过来了，这圈我们就守在这就行了，来回跑，哪边有人打哪边，非常简单，也可以打三枪流，其实整把三枪流啊，狙也打，步枪也打，到时候直接换枪就行了。
还有是六名敌人，没有视野里边没有人哈，视野里面都看不着。这边还有个大狙，也不敢往他那边瞄啊，万一给我一下咋办呢？还有是六米的，小点声说话，兄弟们。还有是六米的人，没人来近点的。下一圈我估计还要吸一波，因为我绝对是在圈了。下一波人应该又会往我这边靠一靠了。你看，捡骨头还捡了个中心点过来，你说这？M 二有击倒一个，然后被嘎了，就在我们头上，应该是在最后一个的队友。感谢好兄弟买号啊！谢谢小白的办卡，谢谢小白，谢谢兄弟。一下。OK， 直接完成一穿四，我靠，吓死我了，吓死兄弟了这一波。我靠，那人他进来搁里边藏着。还有七名敌人，这队我估计还要也要摸过来了。
豪宅也要过了耶。还有六没地儿。看点小手榴弹。DBS 还是永远第神呐、啊。都是九八 K 的狙啊。各种爆头。但他肯定是补不了的。属于没啥意义。感觉这豪宅这边要先过来呀，两拨人，不是一对的，下山了吧，两个人以上那队，这人有问题，我操，完了，这个人有问题，兄弟们，这集体服还有一些酒吧黑，我可以我操，没瞄掉他，没雷耶，这咋办？先把血还上来。他是挂，你知道吧？但是他秒不了我，三头。但只有拿步枪的时候才能锁我。但我现在就不能对了，一对的话，我如果没头的话，一会儿他出来拉我的话，一枪步枪我就没了。他是锁头的，你知道吧？但他还好是一把单狙啊，而且他要跑毒的。他好像把烟都丢完了，完了他不想锁。这诛仙吃鸡，我靠，这是你看瞬间把我头打没了，给我打上一丝血了，我要是不是三叶头直接没了。直接完成单人四排竞技模式16杀诛仙吃鸡，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挂，不是，我们是冠军，不是挂军。小六说一波诛仙吃鸡，那铁挂看到没，一丝血反杀诛仙，兄弟们
哦，刚才有人问了，说主播你的画面为什么这么清晰流畅啊？兄弟，你也可以加屏幕上面微信，帮你提高二三十的帧数啊，放大脚步，同款画质滤镜。现在任何人啊，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人人都可以免费领取福利啊，无条件。大家可以这个时候加爆一下屏幕上面微信，支持一手啊，兄弟们，加微信也算是一种支持。我们是挂卷，帅呀！还不如再猥琐一会儿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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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开透视啊？那肯定没开啊。透视就不会被干了。1050太显卡能提升，那咋不能提升呢？那咋不行呢？直接爱死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妈的，先机没了，跳这边吧。他完了，不行，这设置他妈的开上子弹的时候腰射不了。再把我一点十八级，我操，头给他喷没了。这人他妈的离奇操作，我靠，什么玩意儿了？你这他的操作去外面跑了一圈又跳进来，我给我整不会了。
整个脑壳啊，我操！这出击了，兄弟们儿！这里边人还老多呢。这两个人是一队的，说明他们里边还有两队，两队以上啊。妈的！完了，这他妈四个人一起了。能打、啊、这剑拿下一穿三，看咱这小小妖色卡的就是完美啊，顺喷一滴血没掉，这就是帅。玩的就是一个被别人包围然后再反杀的刺激感，对不对？这就是单人试牌的意义。OK， 就他们三个，我操！刚开始打倒一个，
打烟了，打烟，他们不知道我位置，知道吧？而且这种情况，虽然你们看他是一个一个冲的，你知道他们队内都是什么心情啊？你们上帝视角是觉得，我操，为什么不一起冲啊？啊，一起冲不就完了？但其实，在他们的视角里边是这样的啊：第一个，比如是一号；第二个是二号；第三个是三号。我给你们模拟一下他们打完的心情啊。第一个觉得，为什么你们两个不跟着我呀？啊，二号觉得，我操，一号你怎么冲得那么早啊？为什么三号你不跟着我呀？然后三号说，为什么你们两个冲得那么早啊？不等等我？大家都一样，知道吧？他们没有错，他们已经很棒了，错的是我。就换个方法说吧，你上你也被我干就完了，别说了，知道吧？你上你也被我干，知道吧？然后呢，你也会甩锅。你们看的是胜利者的视角，知道吧？去哪边？这个圣科院也挺好，也不是很好，往里边去去吧。这边水多的一批，我的里边有人，我有一队人搁那阴着呢，不扫我车。为什么不扔雷呢？他没扔吗？他没扔吗？我舔他们的包，只舔到了一个雷。他们之前丢了个雷，丢了个火，我躲在里边不躲掉了吗？他无限雷呀、啊！要不这样吧，兄弟，我给你几个雷，给你几个烟，你咱俩 solo 一把，打不打？我来找一下啊，点个名啊。这位十三等级五级天明牌子的 RIV 兄弟，你上号哈、啊，然后把你的这 ID 打在公屏上，我拉你啊。就是你，说我还说的这位。下把我拉你，咱俩 solo 一把啊！我看你怎么他妈的用雷炸我的！你就别说了，上不上号？不服 solo 一下，我看你那么会玩，你怎么打过我？行不行？就咱俩 solo 一把，我给你五个雷，我看你怎么就是说你操作我的。你不服杀了，你也别说对面菜，你也别说我不会玩，咱俩就杀了一把。你服我，那还说啥呢？谁不服？完了，工头找不着了，兄弟们，工头找不着了呀！呀，工头我操，这白给的呀，兄弟们！我靠，这一个人都没有，知道不？就那百分之百是我的，但是我瞎就不是我的了。
找一找啊，这先专心找一下。还有18秒的时间，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空投补给箱。兄弟们看到了吗？你们的印象在哪儿呢？哦，好像找到了，这是吗？这不是啊，完了，不会吧？这白给的空投，只有傻子才捡不到啊！为啥？断了整个，哎呀，当时没标点儿，我以为这么近就没打标。断了，一样的。自有天意啊。喝了个汤药啊。中药对瓶吹，知道不？我前面是圈。好像有人啊，有人有人，他好像就一个呀。就一个，那还算了吧，这是为了万一有坑里边有人，两个空投。但感觉这个空投有点不安全的样子啊。但富贵险中求，这空投让我看到了，就是让我舔。很好。好的 ，AK 变给啥？非常完美！我操，这雷为什么没打着我呢？没事没事。我打！
全他妈完了，后边还有人呢，我的妈，俩人。烟儿不能打啊，一打烟儿的话，近点的人就发现我了。我近点的才是对我威胁最大的，远点那个其实都会不着急。我们右边倒了一个。这两个人好像去那儿了，最开始把我打残的两个。大胆一点，把这个队干了。这件完成，一威士，大胆一点，知道吧？把他们给干了，说干就干啊！谁要胆子大？这四个人直接给他放假。这是把我车胎打爆的那小子啊，98K，队友没了，把他直接报仇了。OK， 现在我们的位置就很好了，还有五名敌人，别着急，先摸吸一下，宝贝儿，添点小烟儿啥的，一会儿绝爱圈很重要的啊。雷的话不用带那么多，爬个烟三个雷，差不多了。开他们的车，找准位置，掏他们。知道为啥不打烟了吧？刚才一打烟，这四个人绝对发现我了，就往我的烟看，我当场没了。我不打烟，他们不知道远点在打谁，反而他们刚才帮我解了围，是不是？不说别的了啊，还有五名敌人，他们还在打，五名敌人倒了一个，说明什么？最起码是二打三，不是一打四。打一，对不对？是二打三打二，呸，一打二打三，知道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现在他这个人没服，说明什么呢？应该是一打三打一的局了，对面只有一个一三了，知道吧？因为他来不及扶，说明他只有一个队友，离得很远，应该是这样的啊，不可能是一 v 四啊。一 v 四是不可能的，二打二也不太可能，
都没扶那个人。兄弟们，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打在公屏上面。但现在这种这么安静，刚才那边杀了一个人，这么安静也有可能是二打二，因为太安静了耶。又分析了一波啊，太安静了耶，现在。安静说明他们这三个人，如果是三个人的话，就会找那一个人把他给干了，是吧？这么没有枪声，只有可能他们很谨慎，二打二打一的局，他们两个人都是，是不是？完了，看那个死样，他是一个人呀。他不在圈里了，他要跑毒。两个人是吧？刚才不是他吧？好像不是他呀。两个人，两个人。可以。哎，他们两个唯唯诺诺，哈哈，唯唯诺诺的，知道吧？他一看就不是杀人队。好了，二打二打一，这种局是非常非常好打的，可以说是拿捏了啊。咱不看对手实力，知道吧？只看这人数，我就知道这把能不能吃鸡了。二打二就吃了。这右边有可能摸我。我操，这是一个人呀！哦，他，嗯，他击杀了一个独狼。什么情况啊？哦，他怎么没背包啊？他就剩一身血了。呀，这咋不死他？
OK， 直接拿下了，直接完成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十二杀吃鸡。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我们是冠军小吃以及帅。给兄弟们送波福利啊！吃鸡的给兄弟们送波福利啊！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皮肤或者是加入器啊！兄弟们，加加左上角的微信，我们是冠军。摔呀！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ll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but shit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to. 直接冲啊 P 城兄弟们，上把就是 P 城霸主，这个呀再给兄弟们表演一把，干了兄弟们，实时定价开启了，左边上一上。大冷天的暖和暖和，没毛病。他这也行，这人也老多了。看有没有人飞啊？OK， 落地，他们三个人啊，三人小队，兄弟们。落地就得跟这个资产的干，好，他们全掉这儿了，很好，请跟我来快一点的解决方法是吧？很快啊，对面这儿。我靠，直接完成一 v 三，我靠，这他们会玩哈，抓人，敢来抓我是吧？OK， 直接完成一传式，呵呵
们这个真是找死，落地就来找我，等于找死啊。这小喷子给人带劲啊。这不是把把有感觉了吗，兄弟们？落地了，落地必须得靠实力才能出来。然后呢，中期后期就看自己的运气和感觉了。这边应该有个固刷的，直接开这个固刷走了。知道啦，冲往中心点。来了，空投来了，兄弟们，这个空投我们必拿，我要不就死在这空投身上，要不我就拿它，就这两个结果。驼方区去舔，知道吧，兄弟们，在外面舔的话太危险了，知道吧，咱窄到方区去舔，这是一个细节，学会了吗，兄弟们？因为这个荒郊野岭啊，你舔空投实在是太危险了，哎，但是你拖到房区，哎，就非常的安全。学会的兄弟们把学会了，打着公屏上。对学不会的，我干了，是不是干了很多人一直想干的事情？太细了，三级套拿着，拿着到手了。哎，我还能驮他，我好像一直能驮他。走走走。靠不着了啊。他不会掉下来的。哎呀，不能快，车速一快就完了。你看，车速一快它就滑了，有意思。欢迎鸡哥，还有点慢慢开，一步一步的，不能，它就有惯性，你一快，它真的还滑下来。
这房区应该是人流量很大的地方。开皮卡应该可以吧，因为皮卡有个斗，它直接在斗里边，呵呵，想想是非常合理的，是吧，兄弟们？这个车都能拉，皮卡车是绝对能拉的。这个时候等敌人的时候，兄弟们可以加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兄弟们，加微信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领取福利，还能跟主播当一次微信好友，非常方便。加爆屏幕上面微信，都是喷子，为什么不用大逼死？那也能捡到呀，兄弟。又来了空投，那也得去呀。就像是同样是车，你为啥不开你的法拉利出门呢？因为你没有那个车，不是说你不想开，知道吧，好兄弟。你为什么不开你的法拉利出门呢？难道不比自行车好吗？因为我没有。福利是发几部片子嘛，懂的都懂，发福利就完了。这个房间应该有人了，来。谁领过我们家福利的，说一下是啥，兄弟们，说一下是什么玩意儿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来，弹幕走一波。啥都有啊。你们发完，哎，干完了你就知道要不要加微信领了。主要是真不要钱，真是福利，知道吧？他们两队来，两队，两队人打起来了，大仓跟着俩队，
我操，这第三队。来了三队人，我操了！完了，四圈了。队友都哪儿去了？我操，他们这么多人！赶紧跑了，偷他们车，偷他们车，兄弟们！我这山上还有一队，妈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啦！赶紧走了，不跟他们胡闹了，那么老多人，怎么杀呀？我看见那围墙里边还有沙呢，这山上还有人，竹圈已经说了，说到就很疼了，咱不闹了。溜了溜了，这附近绝对没人。有人早干我了，找个七段子弹。好，不是，不会又是那队又怎么过来了？这不会是刚才那队吧？真是什么冤家路窄呀！就他们四个，就他们四个送上门来了是吧？好，他们就正好四个人，大白熊吗？是吧？这两个都是没了，他俩不会过来了。他俩还要过来，
体积这么大。哦，去舔包了是吧？八要打满。